慢。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药草玉瓶重诵已经到了最后一段，经文在第142页。上次讲到第五行，以一妙音曰延长十一，常为大圣而作因缘。这是诵法和有两段，第一是诵和无差而差，站在佛的度众的说法的立场，平等一味，没有差别，站在众生的这一边，根性千差万别。这里统合无差而差，在无差当中显示众生的差别相。经文有三段，第一诵和能润，就是上次所讲的，能滋润的法语，就是比方佛的说法，佛以一种微妙的法音言说玄常这个诸法实相之一。那么41年来，无论是全说、实说、大说、小说，或顿或见，统统都是为大圣而作因缘，就是都是目标在使众生呢开始悟入佛之之间。这个佛出现世间的一大因缘呢，就是至为此事，无论是用什么方式说法，说大说小，乃至说世间出世间法，都是做究竟一佛圣法的助缘，所以叫做常为大圣而作因缘。那么虽然是权巧方便，目标就是要会归一时。那么这就是和能润。现在接下去讲的是诵和能生所生，能生是大地，大地能生一切万物啊。那么三朝二目就是所生的，能生的大地就是比众生的诸法实相的本有之体，就是所谓灵明妙性。人人本有的真柔自性，这是大地啊。那么这个生长的三朝二目，就是指众生的根性的差别。虽然同有佛性，可是他的习性上多生多劫以来，他所种的善根大小不同，事出世间不同，所以所生就有许多的不同的地方。那么以下的颂文呢，就是和这个比方里面所说的，以法义来配合，说明这个能生的大地以所生的三朝二目，那么三朝二目怎么样子生长，就是由佛说法滋润他们，
那么如果没有大地，这个三朝二目就无所依了。那么也就是说，众生如果没有佛性的话，修行也就不会成佛了，因为由大地啊、为众生的万物万法种种根性所依。那么经过佛的说法的法水滋润呢，通通都能够增长。经文：我观一切普皆平等，无有彼此爱憎之心。佛当时在灵山会上对大众宣布，站在佛的立场，以佛言来观察一切众生，我是佛自称，以佛言来观察一切众生，这个一切总包括九法界的众生，通通在内，普皆平等，无论他是哪一种根性，是大是小，是顿是渐，是世间是出世间，通通平等，要以法语来滋润他，并没有啊分别心，所以无有彼此，彼此啊，此指最上一圣的根性，就是原教根性啊，那么这个最究竟的根性，站在佛最近的，这是此，彼指九法界，也就是别教以下所有的根性，乃至人天圣等一切根性，彼啊，那么一般看起来好像离佛比较远一点，实际上站在佛的立场，他没有分别，他没有差别，没有彼此啊。那么无论是上根上知以下愚的根性，佛都是以平等呢、来看待他，所以没有这个爱憎之心。爱不是说站在最近的一佛性的根性，此我就特别爱护他，那么距离我远的甚至世间人天生的根性，那我就憎恶他，不喜欢他，佛没有这种情况，佛没有分别，无论他是哪一种根性，都是平等说法滋润他，所以没有彼此，没有爱憎，佛没有这些，已经成佛了，大圆净之中，在一切众生平等平等。我无贪着，亦无限爱，佛说我也没有特别贪着哪一类根性我喜欢，我得先度他，我没有这种执着的心，我也没有什么界限或者是什么怕什么阻碍，所以亦无限爱，也没有限，是限制界限啊，就是说我哪一种的我度，哪一种我不度，没有这个分界，没有这个界限啊，我也不怕阻碍，刚强难发最难度的众生我也不怕，我也不会为了这个难度的众生而觉得有所阻碍而不度他，没有这个事情，所以没有彼此，没有爱憎，也没有贪着，也没有这个界限，也没有怕这个阻碍的情况，所以恒为一切平等说法。恒是常，从成佛以后敬畏来及，不但是这一生的视线而已，从成佛以后敬畏来及，永久永久都是为了一切众生啊平等说法啊。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你灵解的高低大小，这是众生根性的差别，在佛他没有这个分别，这就好像天上下雨的情况一样的，所以下面一一都把它表露出来啊。佛在说法的时候啊，他没有分别人多人少啊，如为一人，众多亦然。佛在是49年说法，其他的不用说，就在这个2000几百年前降生在印度，成佛以后说法49年了，在这49年当中，碰到什么人说什么法，那么这个听众多少他没有计较，为一个人也是这样说啊，为众多人，很多很多灵山会上无量百千众生，他照样这样说啊，并没有说听众多
他特别高兴，说的特别好。听众少，只有一个人，他就说的马夫，没有这个事情，啊，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啊，去托钵的时候碰到善僧长者，在城门外一个人在拜六方，他只为善僧一个人，照样说了一部《善僧经》。那么以大圣根性来看，还有《游佛塞戒经》的七卷呢，只为他一个人，为善僧一个人，照样还是这样说。灵山会上无量百千众生听法，他照样也是这样说，所以一人也是这样子说，多人也是这样说，并没有分别。所以如为一人，众多亦然，为众多人也是一样的方式在说法，不像我们凡夫心啊，人少了，心里不高兴，听众那么少，我辛辛苦苦这么讲，那么只有这么三个两个，看起来真是不啊、这个讲的人会觉得不好意思，那么听众那么少，他就讲得不起劲了，那么甚至不讲了，那么如果人多了，听众那么多啊，大家都在鼓掌嘻嘻哈哈，蛮热闹的，他高兴了，那讲得天花乱坠啊，那么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这种现象，佛没有这个分别。一个人也是这样说，千万一人也是这样说，常言说法，成无他事。佛在世间，除了说法度众生以外，他没有别的事情。佛没有其他的任何条件，没有副作用。从成佛那一刹那开始，一直到圆净入灭，在这个三罗双树下最后入涅槃。在这个四十九年当中，从成佛的那一刹那开始，一直到入灭那个时候，四十九年了，他没有别的事情，只是说法，只是度众，碰到因缘就说法度众，没有说法的因缘，他就是入定，坐在定中，享受他的法乐。假如有因缘，他随时说法，去来坐立。终不疲厌，佛度人呐、他没有疲劳厌倦的这种的这个表态。去来坐立，按照文字上说，就是无论他是动是静啊、或者是做任何事，那么以华义来说呀，去表示他度众生的因缘尽了，涅槃以后到别的地方度众生。去来刚刚来这个世间视线度中，比如说降僧出家修行成佛转法轮，这是来刚来视线，或者是众生的因缘尽了，他离开这个世间去做，就是说一时法，微微不动做表示说入时一时法，立表示说拳法拳巧方便，站起来走动拳巧方便，说种种拳法来做度化众生的因缘，无论是因缘尽了入灭而去，或者是因缘刚成度众而来，或者是使众生入时为一大事因缘出现时间开始悟入佛这十相那么我开始悟入佛这之间那么这是做四十几年来的全巧方便说法，那是立虽然是那么辛苦心无暇暖的，没有停止的在哪里呀、做度化众生事业，可是啊终不疲厌，从始至终四十九年说法当中啊，他不曾有一次升起一点点疲劳厌倦的那种心理因为这是他的目标，这是他的事业除掉说法度众之外没有别的事情了，成无他事所以他对于这个度众的因缘呢他不会有所疲厌的。充足世间如雨普润佛的法威充足在一切世间的众生当中，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六道众生，
说法的法语呀，平等之论，不起分别，啊、无论是哪一类众生，普遍的都要使他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所以充足这个一切世间，这个世间呢，世间有依报的国土世间，正报的有情世间，出世间成就正觉的智正觉世间，这三种世间当中，只说啊、有情世间正报，因为他能够闻法能体悟啊，智正觉世间除掉佛以外菩萨以下通通也同样得到这个佛法的滋润，所以充足于这个三世间当中啊正报一切众生啊，甚至出世间的声闻缘觉菩萨同样蒙润啊，那么如于普润，就像老天下雨一样，普遍的滋润这个大地上生长的万物，三草二木通通都平等得到滋润。这是从何能生所生。下面第三段只字下第三段，送福何能润所润，因为这个法义前面已经说过了，后边再重复再说，说的详细一点，所以叫做符合，再和这个能润所润的道理加以说明，那么这有两段，第一送佛能润，第二送佛所润，能润佛的说法，平等滋润使众生得到这个就近的法位的受用，贵贱上下，持戒毁戒。唯以具足即不具足，正见邪见，立根顿根，等于法语而无邪见，这是说佛的平等滋润的能润，和这个能润的道理。佛说法滋润众生，无论他是世间上的贵人，在印度就是刹帝利婆罗门，这是贵人，见吠舍舌陀罗下见，甚至这个旃陀罗这是下见的，上是指贵人，下是指见的无论是贵是见是上是下的这些众生这是指普通一般人上至帝王下至庶民，指一般的老百姓，持戒毁戒位于具足几不具足，这是指的学佛的佛弟子，包含在家出家的七众弟子出家众比丘比丘尼包含出家的五众在里面，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学佛入门第一就是受戒了，受了戒之后他持戒持好没有，无论他持戒清净或者是持得不好，甚至毁戒，毁破坏的意义就是违反了持戒庄严的人当然是说法利益，使他得到利益，就是持戒不够庄严甚至有所毁坏的众生这一类烦恼障重的众生虽然受而不能持而致毁戒，佛一样是说法怜悯他，滋润他，使他能够断恶修善。如果站在出家人的立场看，无疑很重要了，有为可为，有以可责，做众生的模范这个无疑就是行住坐四无疑了学佛尤其出家人的无疑行住坐卧四无疑呀，都要一一如法，按照戒律里面所说的无疑要如法行如风立如松，立如松好像松树啊很直的松树一样，坐如钟好像一座大钟巍巍不动，卧如弓这个四无疑无论它是具足不具足，具足就是无疑庄严了，无疑庄严一见十人升起恭敬心这个叫做身教，身教就是
身体的威仪庄严表现呢，使人一看生恭敬心，不用说法，不用说法，人家看到您这个庄严的威仪啊，他自然而然就生起恭敬心来，这就是无言的说法，以身教胜于言教的道理，这威仪具足，己不具足就是威仪不具足，威仪不具足，威仪不具足就是比较马虎了，这个不具小节的这一类根性啊，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啊，甚至好像这个道济和尚的那种情况啊，那么有点像嬉皮啊，那么这类虽然是威仪不具足啊，佛一样是度他啊，不起分别啊，威仪具足庄严的当然是爱护他，拥护他啊，要度他使他增长成就。威仪不具足的照样要怜悯他也是要说法加倍他，希望他能够啊成为一个庄严的这个形象。这是指持戒威仪方面的情况，不管他如何，佛照样是爱护他利益他。那么对于知见方面呢，有的是正知正见，也有知见不正确的邪见，邪者不正就是知见不正正见呢就是八正道之一对于佛法他有正确的了解，得到正知正见，这种人当然是最好了，能够使他好好的修学佛法，得到真实佛法的受用。邪见众生啊，就是知见不正确，例如外道，佛照样是度他，佛在世的时候啊度了不晓得有多少外道，佛的出家弟子常随众当中好多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啊，都是修过外道的，例如舍利佛、目犍连啊、三迦舍，这些都是老外道那么在从前他们的知见都是不正确，都是邪见，可是学佛之后啊都是正知正见，佛一样是利济他，不起分别。那么佛灭度以后，佛法的使众生得利益也没有分别，尤其法华经，不管你是正知正见的修学，当然得利益，就是那些没有正见的众生、邪见的外道，他修学佛法照样也得利益你看现在不是有些其他的宗教不是真正的佛法，甚至副佛法外道，他们也在读佛经啊，他们也在修佛法呀他们虽然是知见不正确邪见，可是他学佛读佛经也能得到利益的。从前有个人啊他的母亲过世了那么过去有些罪业堕落了那么希望他的孝顺的儿子啊能够修些功德啊来超度他希望能够出苦。那么在梦境当中啊，就托梦他的儿子我呀死了之后啊我堕落很苦很辛苦我希望能够啊你替我做点功德呀，让我得出苦那要做什么功德呢？当时没有说醒了之后他的儿子心里很难过呀，他没有说要我做功德，这怎么办啊，我也该修什么功德呀迷迷糊糊又睡着了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又再来试梦了你要替我做功德呀，不必找其他的，这附近有一个东岳庙，东岳大帝，东岳庙，东岳庙里面呢有一个老道士，道士不是学佛的了，道教了老道士，那个道士啊他送法华经，您只要去请那一位道士送一部法华经来超度我啊，我就能够出苦了。这个道士的知见能正确吗？当然不是佛法的知见，可是他念法华经那么这个死掉的人他求超度啊，还就要他的儿子在附近的一个东岳神庙里面找一个道士来替他念法华经有目标啦那么找一个人来替他念法华经，他就能够得度就能够解脱。好，那么第二天早晨呢，他就准备很多的礼物，就到附近的这个东岳庙
找那个老道士，那么请求他呀替他的母亲超度啊。他说：“那你要怎么超度啊？”他说：“我母亲在梦中叫我啊，就要求你替他送一部法华经回向就好了。”哦，这个容易，他平常也在送法华经啊。不过这个道士啊，他是不讲究持戒的啊。那么尤其他是喝老酒的啊，就是喝酒啊，把酒当茶的，那么这一天既然是受人要求啊，接受人家的礼物啊，要替他送法华经、读法华经回乡啊，他就照样做了啊。那么就替他送法华经，送了一半了，大概三卷晚了，四卷送了一部分，送了一半了啊，很累啊，因为他平常工作量可能也不少了，再增加临时一部的法华经啊，工作量更增加了。那么很累，哈哈，尤其这个口很干很渴，想喝茶了，想喝茶呀、啊，他也没有注意到我现在是替人家超度啊，诵经啊要庄严，他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那么他正好啊，这个外边书房上放了一碗酒，这个平常都在喝酒当茶的，那么出来要找茶喝啊，看到这个桌子上一碗酒啊，就端起来就把它喝下去了。喝下去口干已经过去了，回到这个读经的地方，还是继续读下面的经文，就把后边的经文都读完了。那么一部经一天就把它念完，替他回乡了。那天晚上啊，这个孝子的母亲啊又来侍梦了，啊，你真孝顺啊，我要求你请那个道士替我送法华经啊，他真是做到了，很可惜啊，只有前半部啊很清净庄严，我就能够出苦啊，可是他后半部的法华经啊充满酒气耶，都是酒啊，我那个住的地方啊满满都是酒味，带入法华经，而法华经就不清楚了，我得不到受用啊，可惜啊只有半部哎，你们好好的注意哦，送法华经可不能喝酒啊，哈哈。那么这个老道士就是喝了这么后半部的，一喝酒好了，一部经变成半部。那么这是外道，他是邪见，他也不懂得法经的道理，可是他还是读诵啊，他照样能够超度这个去世的人。所以佛法的利益众生，不但是佛在世的时候说法平等利益啊，佛灭度现在已经末法时代啊，那么众生只要依佛法来修学，尤其法华经的感应更多啊，那么由此啊，他只是半部法华经也能超度这个过去的人，而且是个邪见者，他对于佛法并没有真实的了解，照样得到受用。所以有些人认为啊，我只是读经不了解，好像没有什么意义，那是错的啊。纵然不了解多少道理，他在读经的时候啊，就是三业清净，读经的时候诵经的时候就是三业清净，身端坐在哪里读经，身业恭敬啊，身业清净啊，那个时候当然不造杀盗淫啊，口在诵经当然就没有妄言绮语啊，恶口两舌更是没有了啊，所以口业清净，而且是读诵的佛经啊，他的义谛只是顺着经文在读诵，当然义谛也清净，不会贪嗔痴。那么别的不说，懂不懂另外一回事，他在读经的时候啊，身口意三业清净，读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三业清净，读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三业清净，就是最少三分钟五分钟也是得到三分钟五分钟的三业清净啊，由此可以说，不论他懂不懂了解不了解，那只是他至诚恭敬三业清净去读诵啊，那功德就不可思议了。所以印光大师经常说，欲得佛法十义，须向恭敬中求，有一份恭敬消一份罪业，增长一份福慧，有十分的恭敬就消十分的罪业，增长十分的福慧啊。那么由此可见，读经纵然不了解没有关系啊，好好的读，照样啊能够得到广大的福德功德，能够得到这个佛法的真实受用。纵然你对于佛经了解，你懂得，读经的时候也不要升起分别心，
不要起分别啊，只要真诚恭敬的去读诵，就有得大利益的希望。那么众生的根性有立根有钝根，所以立根钝根无论立钝平等滋润也不分别啊。立根的人一闻千物啊，当然容易度了啊，比较好了。可是钝根的人呢，佛更是要度他啊，越难度的越要度，因为你不度他没有机会啊，也更是要使他增长善根啊。那么这个钝根众生世界上多得很啦啊，那么这些钝根众生只要他能够真正的发心好好的修学佛法，一样得到受用的啊。例如佛在世的周利盘陀切啊，盘陀切的钝根没有人比他再钝的了啊，五百阿罗汉轮流教他一首句诵啊，三个月一下，三个月连一句也没背起来啊，甚至严重到教他这个扫地的时候两扫就能够记，还是念不出来呀 扫两的就没记啊，扫码两个字啊，念一个字忘一个字，哎，这样子根本是，你看这个钝根到什么程度啊。他的哥哥周立啊，看到他的弟弟那么钝根啊，他真是没有面子啊啊，要赶他回去，你回去吧啊，真是技虽然啊啊，你在这里我真是没有面子。他的大哥是大法师讲经说法啊，跟佛转法轮功德很大，而这个弟弟钝根的连扫把两个字就念不出来啊，五百阿罗汉轮流教他一首句诵，念了三个月一个字也没记啊。你看这么钝根的人，佛照样度他，佛照样度他，最后怎么得度啊？佛就叫他修书习惯，不要念了，连扫把也没念了哦。嗯，那么在道理上啊，就叫他体悟这个手口摄意身莫犯，如是行者的度世。你好好的了解这个道理，不要记那个文字，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啊，就是熟这个身口意三业，你修书习惯，惯这个福习，惯着福习，教他修这个书习惯，一二三四你总是数得出来吧，一二三四技能三习，一两三习这个总是数得出来吧，就叫他一数到十，一数到十不能再多了，再多他数不出来哦，他只是一数到十，这样的修书习惯，最后开悟了，证阿罗汉果钝根到像周利盘陀切尚且佛照样度他，使他证阿罗汉果他得到阿罗汉果之后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盘陀切的钝根呐，钝得不得了啊，大家都耻笑他呀，托钵的时候啊，人都瞧不起他，不大愿意供养，甚至拿那个不好吃的这个东西给他，他无所谓，有的吃啊，不会肚子饿就好了。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好富长者请佛，佛弟子去供养啊，那么这一天佛要使这个盘陀切的这个证阿罗汉果的神通让他表现给大家知道，才不会让众生造业老是瞧不起这个阿罗汉不行的罪业很重。所以那天就叫这个盘陀切的当事者拿着佛的钵那么这个一进门的时候啊，门口有掌门的管门的了那么这个长者就交代了，所有的出家人我都供养，就是盘陀切不要让他进来，盘陀切我不要那个少丘两边出来问我爱那不要，不供养他那么大家都进去呢，这个盘陀切就挡在门外长者不供养他，我挡在门外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吃饭了佛的钵是在盘陀切手里呀长者来装这个饭菜了就先供养佛呀，那佛的钵呢，然后我的钵呀钵在盘陀切那边，盘陀切替我拿钵，长者很不高兴啊，为什么叫盘陀切拿钵呢那么平常都是有侍者嘛，你不叫其他的侍者叫盘陀切，他心里这样想啊，不敢讲，那怎么办呢？他说没关系，我叫他拿进来当在门外他怎么进来啊，他嘴一喊盘陀切钵哪来，手一伸从那个窗户里面呢，好长好长几十丈长的手从下面伸进去，这谁的手那么长啊？盘陀切的哟，盘陀切有神通啊，盘陀切已经得阿罗汉果呀少丘两边出来呀，正阿罗汉果呀
这一下子那个长者呀，惭愧的要死啊，不得了了，赶快下去跪求求忏悔，请他进来供养啊。怕顿根吗？不怕顿根，顿根照样的度，盘陀切这么顿，佛在世照样度他正阿罗汉国啊。我想我们如果能够见佛的话，也是不是阿罗汉也是陆汉吧。那么你看看他哪里有分别立根顿根了？立根不用说了，舍利佛是最立根的了啊。顿根如盘陀切照样的度啊，这就不必再说了，可见佛的平等。所以说等于法语啊，而无邪见，平等普遍降下法语，就是好像老天下雨，他并没有分别说你这个草啊快要枯死了，我的鱼才不给你呢，我找那个比较能够生长的多下一点，他没有这个分别啊，下的时候通通下呀，平等下呀，所以等于法语，上面一个玉字就是下落下来，下面这个鱼是鱼水啊。那么佛这样平等度众生啊，他没有懈倦，不会懈怠，也不会疲倦啊。那么佛49年就这样子，不但49年这样子，近未来就这样子，从过去成典之前成佛到现在一向就是这样子，那么将来近未来就都是这样子啊。这是彻底显露佛的大慈悲心，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这就是宋和能润下文宋和所润和所润有两段，第一宋欢喜善利现世安营和普伽比，先从宋众生得到佛法的利益，得到善法的利益利就是利益了，现世得到安乐安营就是安稳就得到安乐，和前面的普遍的雨水滋润众生恰就是个个都得到滋润平等他能受多少算多少，那么都没有差别的现象，就是平等普润的这个意义。下面文字很长我们随念随说明这个道理也很浅显差不多都是前面讲过的。一切众生闻我法者，随力所收，住于诸地，这是总说。三界乃至九法界的一切众生，听到佛说法，我佛自称，听到佛所说的法呀，随他的力量所受的有不同，力量就是指他的根性，他是哪一种根性得到什么样的受用，住于诸地，诸地就是七方便。人天二圣藏通别菩萨人跟天两个了，二圣声闻缘觉四个了，藏教菩萨通教菩萨别教菩萨，就是这个叫做七方便人。第一是各个的地位，七方便的地位诸这七方便嘛很多所以叫做诸他各个住在他的本位里得到滋润，人天得到人天善法的滋润，不知堕落声闻缘觉得到解脱菩萨得到六度万幸的功勋成就，同样平等滋润。下面就分别说明了，分别说明各个得到滋润的情况。或出人天转轮圣王，是翻诸王，是小药草，就是一方面这所谓合法和伐合吗？和前面的比方或者他是安住在人天的地位，处在这个人天的地位就是人天圣。那么人天是哪一类例如说转轮圣王，人圣的最高的这个境界就是大国王那么统一的盟主是第四天王，天上的第四天王桃李天王，翻大梵天王，色界天，色界初禅天，大梵天王，诸王总指一切天王转轮圣王代表人四番诸王代表天，这人天圣的利益，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小药草，三草二木三草里面的第一种
小药草就比作人天生得到滋润。知无漏法，能得涅槃，起六神通，即得三明，独处三林，常行禅定，得圆觉证，是中药草，这是声闻圆觉合并起来啊。那么声闻也含在里面的，知道无漏之法，漏是比方烦恼，无漏断烦恼啊，烦恼断而证这个偏正涅槃的啊，知道这个方法去修行的，他能修到得到涅槃，自苦断尽，目灭修道啊，十二因缘的法灭门呢、啊，这些道理前面都讲过的啊。那么由此证到涅槃之后，起六神通啊，天眼、天耳、他心、宿命、如意通，还有漏尽通啊，见思惑断尽了，证到这三界漏尽的漏尽通，即得三明，天眼明、宿命明、漏尽明，就六通之三。天眼也叫做天眼明啊，宿命也叫做宿命明，漏尽烦恼断尽了也叫做漏尽明，明是显示智慧，智慧啊，天眼宿命都要有智慧啊才能表达，尤其漏尽没有断烦恼啊，这个没有断烦恼的智慧得不到的，所以有智慧才能断烦恼，所以漏尽更是明啊，叫做漏尽明，这就是所谓三明。六通啊，三明啊，都是声闻缘觉所成就的境界，阿罗汉比丘佛都有。这是声闻，下面独处三林是缘觉，单独安住在深山里面的地方，处就是地方了，深山林木里自己自修，常行禅定，修这个凡灭门的这个十二因缘，无明灭则醒灭啊，乃至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那么精进的修这个啊禅定啊，求断烦恼，由此得圆觉证，处有佛事，闻十二因缘法而得到觉悟，修法灭门，证到彼至佛国，这个叫做圆觉啊。前一诵声闻，这一诵圆觉，合并起来就是二圣人呢、啊。中药草，中草，所以叫做是中药草和这个中草。求世尊出，我当作福，行精进定是上药草，这和藏教菩萨啊，藏教菩萨是见内顿根菩萨呀，他求世尊出，世尊就佛，求成佛啊，我当作佛，我发愿将来成佛，发四弘誓愿啊，佛大无上誓愿成。行精进定，修六度啊，以精进来努力修这个六度的这个布施、持戒乃至禅定、般若智慧啊，能够修六度，所谓四六度而精进修啊，这是上药草，就是藏教菩萨。又诸佛子专行佛道，常行慈悲，自知作佛，决定无疑，是名小数，这是通教菩萨。三朝二目了，二目就是小兽大兽了那么以通教菩萨比作小兽，又还有啊，同样是菩萨道的根性啊，佛子就是菩萨，专心修行佛道，求证念这个究竟佛国，常行慈悲，通教菩萨是三界内的立根菩萨，慈悲心更殊胜，自己知道如法修行必定将来能成佛，决定无疑啊，我一定成佛。那么这一类的就是叫做小兽，是名小兽啊。同样是菩萨，是兽目比菩萨，为什么他是小兽啊？因为通教菩萨呀，他虽然是见思惑断了，他要留习气啊，来滋润兽身，在三界内度化众生。哎，各位听过四教仪还记得吗？藏教菩萨叫做流祸润生，流祸润生，他只是福祸，把见思祸扶住，不生起来，不生起现行啊，他在这三界内啊受生而来做这个四六度的功德，这是藏教菩萨啊，流祸润生。通教菩萨他是断祸的，见思祸已经断了，见思祸虽断了，断了见思祸不能在三界内受生了，
可是他要留着这个习气，啊，有习气来滋润他呀，使他在三界内可以受生而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通教菩萨是留习用润生，习气还保留住。例如说，这个茶杯茶倒掉了，那个茶的味道还存在杯子里面，那就比方习气。见识或者证识种子断掉了，可是他这个习气还在，那么他要利用这个习气呀、啊，在三界内受生，做度化众生事业，这就是通教菩萨，因为他还留习气呀、啊，所以叫做小小受，表示他还留习来滋润，而在三界内受生，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叫做小受。安住神通转不退轮，度无量亿百千众生，如是菩萨名为大寿，这是指的别教菩萨。别教菩萨也是指的登地之前、出地以前呢、啊，十回向、住行相三贤位的菩萨，登地以上啊就不在此限了，因为登地以上已经破无明正法身了、啊，就是已经转到原教里面去，所以这个指的别教菩萨。那么他是大寿，为什么是大寿啊？他不但是见识惑断了，连习气也断，他不用留习，他自然能够在三界内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他安住在神通的境界中，不用习气，他就有神通，他可以转不退转的法轮，说法度众生，那么他自己在这个三界内，纵然是烦恼习气，这个三界内的习气已经断。可是他在三界内照样啊，可以以神通啊，游戏神通来做度化众生转法轮的事业。那么他度的众生更多，度无量亿百千众生，无量亿百千众生就很多了啊、如是菩萨名为大寿，能广度众生，三贤位的别教菩萨，别教的三贤位，这就是大寿啊、因为他不必留习气。通教菩萨还留习气才能够在三界内啊做度化众生事业，别教的三贤菩萨呀、啊、他不必了啊，把习气也断掉，只做度化众生事业，这就是大寿，就是上面是三草二木平等度蒙滋润啊，滋润的情况有差别，但是在佛平等说，如一味鱼啊，随众生性所受不同。佛平等说法好像一味的法语，好像天下语一样，只是一味随众生的根性啊所受不同，三草二木所受不同，如比草木所秉过异比指三草二木的这个根性众生，就是七方便人这个三草二木所秉承的这个根性不同但是佛照样使他得到受用，佛于此意方便开示佛用这种权巧方便的比喻啊，来方便开导这些三草二木的众生，使他都得到受用。这一课讲不完了。
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话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不吃羊的老虎。王明公园是观赏牡丹花的最佳去处，因此只有在赏花期间才会有大批游客。在王明公园里，北边是动物园，南边是花园。过了赏花期的公园只能靠动物园来招揽游客，但是来这里看动物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唉，这个公园真无聊，只有花季时值得来看牡丹花，平日来也只能看无精打采的老虎。对呀，看看这只老虎一点精神都没有。我看啊，人工饲养的老虎已经没有野性了，即使把羊丢进去它也不会去吃的。哎，我们公园只有在花季才有比较多的游客啊，现在仔细想想还真的没有什么能吸引大家来呀。园长，我看这样吧，不如我们想一些新点子来吸引游客吧。新点子？是啊，刚刚的游客不是说园区里的老虎没有野性吗？不如我们就让老虎表演吃活羊吧。老虎吃活羊？这个点子不错，我想应该会吸引很多游客前来观赏的。就这样，王明公园入口处贴上了老虎吃活羊的海报。海报一贴出，立即吸引许多游客前来买票观赏。公园里的那只老虎真的会捕猎吗？还真是令我好奇啊。海报上写饿了三天的老虎捕食活羊，感觉还真的有点残忍。奇怪了，你觉得残忍还买票干嘛？就想看一下嘛。公园里的老虎从小就被迫与母亲分离，被人类圈养在笼中。为了让它恢复野性，饲养员让它饿了整整三天。此时的老虎显得非常暴躁。老虎现在状况怎么样？你可别搞砸这一次能吸引游客的机会呀。园长，请你放心，它已经饿了三天，现在异常暴怒。只要我把羊放进去，它绝对会马上扑过去将羊咬死。这样是最好的了。这么凶狠的吼就对了，游客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去做准备吧。老虎吃活羊的表演真的比牡丹花更有魅力。动物园老虎区的周围满满是游客，还有人拿着望远镜准备观赏表演。哇，今天的人可真多呀。对呀，大家都是来看老虎吃活羊，这么精彩的表演不是想看就能看到的。你看那只老虎今天格外的凶猛耶。我有听说它被饿了三天，好像是为了激发它的野性。没想到这种血腥残忍的表演竟然也可以吸引这么多人来看。真没想到
老虎吃活羊这个表演竟然能吸引这么多人来观看。开始表演吧。最刺激的时刻终于到来，一只母羊与两只小羊从侧门被推入老虎区。各位游客，老虎吃活羊的表演现在开始。哇哇！哎呀，还真的是三只活羊哎，看起来它们应该是母子吧。你看那两只小羊一直跟在大羊身边，看来它们是母子没错。哎，这三只羊马上就要被老虎吃掉了，真的好残忍啊。买票的时候你就觉得残忍了，那怎么还来看？现在你人都来了还说什么残忍啊。这三只羊与老虎的距离不远，老虎已经看见它们了，母羊也察觉出危险了。此时母羊转身用头想撞开刚关上的门，却是徒劳无功。母羊此时知道自己已经无法脱身，只能看着老虎慢慢地向他们走了过来。这时有人惊呼，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哈，你们看，羊开始害怕了，看这两只小羊吓到脚都在发抖了。天啊，老虎就要过去吃它们了。母羊因害怕而不停地颤抖着，它的两只前腿发软到跪在地上，不敢直视朝自己走来的老虎。你们看，那只大羊已经被吓到跪在地上了。老虎看了母羊一眼，便朝两只小羊走去。看来他是想先吃掉这两只小羊。这两只走投无路的小羊见老虎朝自己走来，立刻发出一阵阵咩咩的叫声。这时候母羊突然站了起来，很快地跑到小羊面前，转身挡住它们，身体也不抖了，四蹄扎定如柱，眼睛瞪着老虎。你们看，这只大羊在保护它的孩子。是啊，母爱的力量真惊人，刚才还吓到站都站不起来，现在竟然像个战士一样的站在老虎面前。唉，母羊为了保护孩子，早就把自己的安危置之于度外了。老虎啊，求求你可别吃了他们呀。此时围在老虎区的游客渐渐安静了下来，他们紧张地看着饥饿的老虎一步步走向那只母羊，而母羊毫无畏惧地用身体挡住小羊。此时的老虎突然愣了一下，这样的情景让他想起了他的母亲。老虎看着这只母羊，看着看着竟然转身离开了，而那只母羊在老虎走开后就瘫软在地。两只小羊急忙来到他面前，用头一下一下地拱着母羊，想把妈妈拱起来一起逃走。饲养员，快来把羊放走。对啊，把他们母子放走吧。快放了他们吧。那三只羊很快便被动物园的饲养员从侧门放了出来。之后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羊妈妈在那种险境下还是不畏惧地保护着小羊，把自己放在前面等着老虎来吃。她一定觉得老虎吃了自己后就饱了，小羊会因此而得救。最令人讶异的是，饥饿中的老虎到最后居然没有吃了母羊与小羊，它的行